问一个问题，男生，此刻你什么心情？我觉得我有一种重生后的心情。好，不错。问一下女生，此刻你什么心情？我就希望他能真的能改。哦，你看看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啊。我们的节目礼品是由易贝诗提供的保时捷专享套，在易贝诗保时捷期间加1元多一套。本节目礼品是由天天喝天天美的玉芝林即食燕窝提供的。下面当然我们就看你们俩如何拥抱阳光，尤其是看你，来，我们来见证。说呀，谢谢你重新选择了我，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会改掉自己的不好的东西，让你过上阳光的生活。大声的喊一句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好，来，请亮灯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喊我爱你的时候假吗？不假。电视机前很多观众说，你看你小伙子喊我爱你多假呀，你怎么面对他们呢？我只想啊，用我的实际行动告诉他们，那不是假的。生活里人也需要信念，你相信你是阳光的，你就一定阳光，你相信你是黑暗的，有一天黑暗就真的会笼罩你。祝你们幸福，来，礼物送给你们。谢谢，谢谢两位，祝你开心，祝你开心，姑娘，手牵手走吧。谢谢老师。我相信男生以后一定会变化，也希望他们变化。我们在。